今天是4月5号，清明节，我们烤了玉米，第二三四五六个小，我们猜最小的好了，烤了几分钟啊？何先生，烤了几分钟？哇，玉米须哦，这第一次用烤的，看看好不好吃。之前是炸的，还蛮好吃的。那买一送一，再烤一下，就这样子。哎呦，有没有香脆香甜？试试看。好。嗯，甜甜的。我爸试一下。嗯，甜甜，很好吃。烤了20分，用烧烤了。好。